什么？你还觉得很酷是吗？这件事应该和你没有关系吧？棒球队的宣传片也要我们自己拍啊！尹科收到，尹科收到，Over 教练。对不起啊，小松，就算你不让我请假，我也没办法参加训练。小松，我今天去不了。尹科。对不起，捕手这么重要的位置，你还是让给别人吧。你却一点改变都没有。我需要做什么？不需要你们来干涉。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我当初不去中山的原因？妈，我明天比赛真的很重要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可以通过成绩来摆脱我妈对我的控制。阿姨她还没回来吗？我没事。